公元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一支南下至福建泉州的农民军部队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危机边缘。光州故事人王朝、王沈圭、王沈之兄弟与前锋将林硕德秘密设下伏兵，当首领王旭骑马通过密林之时，伏兵进出，一举擒下王旭。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安兵变。谁来接替王旭担任这支农民军领袖呢？据《旧五代史》记载，王朝将一把涂有生血的青龙宝剑插在地上，相约拜剑时剑自悦者为新将军。轮到王沈之祝拜之时，宝剑应声倒地，众人欢声雷动，欲推王沈之为将军。但是王沈之一贯视兄如父，坚持遵循长幼之序，力主其大哥王朝为将军，自为副领。就这样，一支拥有了坚强领导的光州义军就此形成。新五代史记载，王沈之是河南光州故事人，他喜读书，善骑射，常乘白马，号称白马三郎。王氏三兄弟因急功好义，善行乡里，而被称为人中三龙。五年前的唐僖宗广明元年12月5日，黄巢军前锋柴存攻破大唐首都长安，僖宗西奔，流亡成都。各藩镇、节度使、刺史纷纷拥兵自立，形成割据，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这一年恰逢中州大旱，民人相食，流民四起，屠夫王旭趁乱割据光州，自命刺史。王氏三兄弟也被裹挟军中，成为王旭部队的重要将领。这支南下求生的光州部队过寿州、泸州，一度在长江北岸徘徊不定。迫于乱世中的军事压力，光州农民军继续南逃。这支来自光州的农民军试图效仿七年前黄巢部队的轨迹，进军那个遥远的山海之国福建。《资治通鉴》记载，部队行进到漳浦至潮州一带，道路崎岖，筹粮困难，部队人心浮动，将军王旭对下属日渐猜忌。当时军队里有一位望气看相之人给王旭进言，说军中有人贵不可言，日后必克将军。王旭心中不安，凡部下将士勇略才谋过人者，相继被借故诛杀。就连他自己的妹夫，勇武过人的大将刘行权也险些被他处死，这就为其后的南安兵变埋下了伏笔。这支部队为什么进军福建？或许还有强烈的历史渊源。福建曾经是光州移民的吉祥宝地。早在200多年前的唐初，故事浮光山下的陈元光将军就率领大唐府兵下闽南平乱，并设立漳州，成为中原大规模移民闽南的第一批开拓者。
经历南安之变的光州军开始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闽中路王朝别传记载，光州军在王朝王审之兄弟的带领下，首先就是重整军纪。王朝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正是这一举措改变了这支光州部队的命运。在部队过境泉州时，泉州耆老张延鲁发现，王氏兄弟接管部队后，一改之前所至飘掠的作风，军纪严明，对泉州百姓秋毫无犯。于是他率众奉牛酒赶到沙县，请求王朝军回师泉州，推翻贪暴的泉州刺史廖彦若，救泉州百姓于水火之中。于是王朝挥师泉州，在泉州当地士族强有力的支持下围城十月，终于在次年八月攻破泉州。这支曾经四处逃难的中原移民部队开始在福建站住了脚跟。公元八九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延病死，他的女婿范辉自称留后。范辉骄纵奢侈，福州百姓怨声载道，众叛亲离。王朝便以堂弟王彦父为都统，三弟王审之为监军，率兵讨伐范辉。因为王氏兄弟声望卓著，福州民众自请枢密饷军，泉州、莆田县及滨海的蛮夷皆以船助之。然而福州城坚兵广，久攻不克，光州军死伤甚重。于是王审之亲率将士前攻，终于在唐景福二年攻破福州。随后汀州刺史钟全木、建州刺史徐规范都携带本州户丁田粮册籍前来福州请王朝节制。王朝遂领福建五州，统一了八股大地。福州一战是光州军统领福建全境的关键之战，也树立了王审之在福建的巨大威望。公元八九七年冬，王朝染病不起，自知时日无多。王朝有四子，但都不立为继承人，而将军政大权托付三弟王审之。十二月，王朝病逝。第二年，唐廷授王审之为节度使，后加平章事，封琅琊郡王。此时大唐王朝名存实亡，天下豪强割据。公元九零七年，朱温废哀帝李柱，自立为帝，建梁国，都开封，视为五代十国的开始。在这期间，有人曾劝王审之自立为帝，所谓四方窃据，劝其称帝。但是王审之却说，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也。王审之坚决不称帝，维护国家统一，至死不渝。后梁朱温称帝后，与闽国一向交好的吴王杨行密次子杨卫建称帝号，遣使张之远入闽联盟。王审之震怒，
力战无始，从此与吴国绝交。这块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的八闽人祖的匾额，绝不仅仅是表彰王审之兄弟统一福建、心向中原的政治立场，更多的是以建庙立祠这样一种特殊的尊崇方式，赞许王审之带给福建人民的德政。公元897年，王审之接手的福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疮痍到处无从补，翻译山中旧草庐。这位来自光州的农家子弟开始带领八闽生民繁衍生息，重建家园。他的政权架构是把中央的这一套的架构是移植过去的，那么把中央的这种选官任吏的制度照搬过去，那么同时呢他把这个整个福建地区呢在相对的在稳定了百十年的历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王朝王审之的这个他们在福建地区的整个的这种经营活动呢实际上是那么就是让这个地方呢在较短时间内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吸纳过。光州自古水利发达，素古丰饶，早在春秋中期，七司县潘乡的孙叔敖就在今固始县黎集镇的孙相公河高处修筑大坝截流，选择河岸开口引水，入碑入渠。孙叔敖时期的七司县就是后来的光州府固始县的一部分。孙叔敖的遗泽汇集久远，固始乡民兴修水利之风长盛不衰。河南通志称固始水利甲中州，为此务农出身的王审之亲自主持兴建水利，修建福清、长乐沿海大堤。王审之将光州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福建，在平原推广双季稻，显著地提高了福建的农业产量。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淮南地区的茶叶以光州茶为上品，而对福建的茶只字未提。随着光州移民南下，福建开始在古山种植半岩茶和北苑茶，直到今天，福建岩茶、红茶名扬天下，与光州地区茶艺的传承密不可分。王审之集全闽之力开辟甘棠港，将泉州港建设成一个优良港口。五代时期，福建能造长20丈、载600-700人的大船，为中国之最。从泉州港口开出的货船，装载着丝帛、瓷器、茶叶、金属制品，前往印度洋沿岸，再从各地将香料、象牙、琥珀、犀角、珍珠等海外珍奇运回国内。这条闻名西部古国的香料之路，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过去都说中国很闭关锁国，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包括明朝，当时郑和下西洋等等。所以说呢，我觉得王审之除了发展农耕文化以外，又发展这个对外的贸易和对外的这种海上的这个，来等于把海上的文化再进一步的发展，确实是对我们中国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主政福建的30年间，王审之规划了今福州城的基本面貌，城内百姓按规定地段修建住宅，分段围以高墙，称之为房，
这便是三坊七巷的雏形。建好的福州城略成圆形，平山、虞山、乌石山均被圈入城中，白塔、乌塔两塔已置，闽江横贯城区，构成三山两塔一条江的独特城市格局，福州也因而别称三山。王审之设立四门义学，做到乡有私塾、县有县学、府有府学，教化黎民。到宋时，福建已是文风昌盛之地，状元亚魁、进士及第远超中原，名臣贤相层出不穷。一时，中原名士纷纷南下，他们惊喜地发现，在偏僻的福建，居然有一块宁静而悠远的文明天空。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140年，每30多年就换一个朝代，也许是长久的战乱、太多的杀戮，让戎马一生的王审之真切产生了悲悯人间的情怀。史书记载，王朝、王审圭、王审之兄弟统治福建45年，大兴佛教。在他们的推动下，自晚唐以来，佛教从中原北方南渡，一时极盛，在崇山峻岭中的福建地区开出了最璀璨的禅宗之花。那个开元年间，我们福建写了那个观察史，但是也只不过是军事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但王审之他带了中原这些那个战士，来到我们福州。我们福建从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文明，这样的有一个最起码一个统一的概念，我们福建统一的。在王审之治理福建时期，以光州固始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开始形成主流，各种公共设施的延伸，中原农耕文明的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让福建人有了一个完整的区域认知概念，一个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福建最终形成了。终其一生，王审之再也没能回到战火绵绵的光州故乡，但每年闽国的使节都满载着橄榄、辣面茶、紫菜、铜皮扇等福建特有的珍稀产品，经海路抵达山东登州，再由运河转陆路，不远万里向中央政权朝拜。从公元907年建闽国起，直到公元946年闽国灭亡，一年都没有中断过。也许闽国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故乡深切的怀念。如果说以陈元光为代表的第一次光州固始移民，其影响还局限于闽南漳州一地，那么以王氏兄弟为代表的第二次光州移民浪潮，则向12万平方公里的八闽全境延伸传播。每年一届的海峡两岸闽王文化节都成为福州市的重要集会日。今天，海内外的光州固始移民后裔均尊王审之为八闽人祖，是因为王审之至今仍能让八闽全境感受到他的崇德与遗爱。
我们对先祖的崇敬与认同，不正是来自于先祖给予我们的光荣与自豪吗？在遥远的福建这块土地上啊，建立了一个国家啊，然后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把北方的文化啊，中原的先进的文化带到了福建的这个地方，这是其一哈。那其二，就说使福建的人口哈、啊，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建人啊，以故事为自己祖籍的哈、啊，那应当说是90%以上。我想这个重要的问题还是就是说他看到了大势。觉得就是说，我们历史上老是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看到了天下的大事，还是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安定，希望能够就是有个安定的生活，能够把生活搞好，所以他不希望战乱，所以他才会就是改变了这个方向，就是等于说归顺了朝廷，然后的话呢把当地的这个福建这个发展起来。那么我想最后呢他也是顺应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说最后老百姓呢才会这个纪念他。我本中原河洛郎，千江月明思故乡。公元925年，王审之病末，终年66岁，谥号忠义。史书记载，王审之死后，全民哀痛，家家缟素，处处悲嚎。王审之在墓志铭中称自己为唐固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闵王墓志。直到死后，他仍然把自己当作大唐王朝的故人。唐人陈元光开创漳州，王审之统一福建，建立闽国。今天在闽台之地纪念陈元光与王审之，是两岸人民归根溯源、找到共同血脉的重要见证。请收看《闽台祖地》第3集《唐山过台湾》。